时间哦，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好难呐、啊，可以，你可以说几个字？哦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一个字。把不能用讲的吧？是笔耶，比手画，比手画脚，是用笔的。哇，你的麦克风给我，好难比。哎，可以讲一些啦，就不要讲那个字就好。来来来，下一题。他说下一题。两个字、哦，这很简单。这怎么比啊？不用比吧？你就只看两个就好了。对啊，他们一开始，我们在心里面就你干嘛？第一集就怎么了？第一集就怎么了？第一集他们就发生什么事？他们两个人，本来是埃及的队，好厉害！啊，重点是两个队，三个，好三个字，就穿着迷彩啊，去郊外，然后就一对一对的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，然后是有颜色的那个东西。这个就是你欠人家钱，我要去干嘛？耶、yeah. ！答对了，三题，恭喜地主三题。哦，原来可以用抢的，好好来，好好简单多了，来，来预备哦，预备，预备备，可以讲，但不要讲到字哦，不可以讲到的字，来预备，开始。早上都要喝一杯什么？三个字。早上要热咖啡，冰豆浆。后面两个字对了，对，冰咖啡。要去什么地方？一间。去什么地方？一间什么喝咖啡？一间咖啡什么喝咖啡？三个字。咖啡厅。对，不对，咖啡店。对。好，二十秒。五个字。是什么啦？好，我的生死定律里面，你们是？对。我们但是每周六晚间10点，另外一台，还是两个字，对。那三个字，你在里面除了是经纪人之外，你还是什么？三个字，真的好男人。对呀，经纪人兼三个字，不是经纪人跟主管。做保险的是什么？三个字，做保险。对，好了，四题，那个。这个，好，再来，演好了，好，那我猜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你去，就别人要找别人，你损坏了别人的东西，要怎么？我损坏了赔偿。赔对了，第二个是对了。怎么赔？保险里面怎么赔？索赔，另外一个什么啊？索赔不对，不是，理赔，对。30秒，如果你是妈妈，你的什么放学了你要去干嘛？接小孩，对。对吧？就是你生病了要用什么来康复？吃药，看医生。夏雨乔在里面，对，在姑那边卖什么？不对，卖什么？一对了，第一个字对了，然后是医疗四个字，对，什么什么东西？医疗什么？医疗保险，医疗不是医疗用的。如果你的脚坏了，你要康复，要去，要用什么东西？再想问你，医疗保险啊？不对，是一样东西，用的医疗器材。哦，对。好，时间到，三题。OK。哦，好紧张啊！来，加油！我们要五题才会赢。那你讲话变快哦，不可以和美亮撞声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OK 哈，是。哎呦，好，假如这栋房子只有5层，对，但是它在上面再多盖一层叫什么？顶楼加盖。好，答对。他在戏里面演什么？文慧，你有看吗？对，好。我们这个除了在台戏，还有在哪里？五个字。东森新闻。东森什么什么？东森综合。对，最后一个字再加一个。东总台。对，好，三题。我是个业务员，我在路上，我要问，我要拿东西给你写。发心愿。做问卷。问卷。没错，问卷没错，可是另外一种不是写，叫你。写问卷。对。好厉害哦！四个字，前面两个字就是。很惨，不对，很惨的相反。很
幸运，幸运没错。然后最后两个字是小朋友上课都要检查手指，然后还要带什么？手帕，金手帕。嗯，对，答对了。然后三个字，就是、不用了，时间到了。哦、答对五题了。哦，真的。耶、yeah! ！冠军出现了，恭喜我们这位呢，可以得到我们的 Handle 赞助的精美手拿包一个。恭喜！恭喜我们其他朋友也有礼物可以送哦，就我们的圆朋友帮我们把它送出去，好不好？来，风筝创作的福袋，来来来来，就我们的圆朋友送给你的 partner， 送给你的 partner。这包包很好，它洗着用的。你要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？哎，这包包很好哎，是。古兵在戏里面用的包包，哦，好好看哦！而且它是这样子设计的，你看它是这样，这个超好看的，我们每个都超抢手的，很好看，恭喜恭喜，我们合照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恭喜来合照一下，来朋友们靠近一点哦。好，我们往前看，谢谢我们的 Handle 赞助的飞长，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吧，这么好看的包包就直接拿了，拿高一点，来朋友们把你的礼物拿高一点好不好？提起来，然后靠近一点点往前看，来三二一， 3, 2,